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历代之下》第七章，主题是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本章延续第五、第六两章所记载的所罗门王带领百姓献祭和祷告，耶和华神喜悦圣殿和献祭，他的荣光再一次充满圣殿，百姓心存感恩和赞美，欢喜快乐的献祭，守住棚节。最后神也直截了当地回应了所罗门的祷告。通过本章的学习，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所悦纳的献祭和颂赞，并再次领受神的慈爱和信实。历代之下七章一到三节，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所罗门献殿祷告结束时，神有很大的回应，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以色列百姓都看见了。这火是耶和华神悦纳百姓摆上的一切祭物的印证。头三节中三次提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表明神非常悦纳圣殿，以及所罗门带领百姓所献的祭和祷告。圣殿的建成前后历时十多年，是神的子民从领袖到百姓同心合一，以神为中心的见证。大卫的余生完全用在预备建殿上，他尽心竭力建立敬拜和侍奉的制度和团队。以色列的众首领也甘心乐意地为圣殿奉献了极多的金银财物，这些才是蒙神悦纳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外在的献殿献祭仪式。在新约的时代，神的荣耀更多的是通过圣灵的自由运行和充满来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建造教会这件事上蒙神的悦纳，渴慕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就要降临在我们中间。第三节说到，百姓亲眼目睹了火从天降，神的荣光充满圣殿时的反应，俯伏敬拜，称颂耶和华的良善慈爱。这跟当年会幕刚刚建成时的情形，还有亚伦在利未记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中主持献祭之后发生的一样。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油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欢呼，俯伏在地。以色列在本章中特别记载这一段，是要让回归的百姓明白，神是从古至今永不改变的，他喜悦他们的奉献和敬拜，回应他们的祷告，他们是有盼望的。有了神的应允之后，所罗门和百姓才举行了奉献礼节。四到七节，这里特别突出了利未人和祭司的服事，因为当年回归的百姓中利未人并不多。所罗门王用牛22000、羊120000献祭，实在令人震撼。这么多的牛羊，需要多少人一停不停的宰杀才能完成？从八到十节中，我们知道，全以色列的百姓都按照摩西的律法，上耶路撒冷守住棚节，同时参与献殿。实际上，这次的盛举持续了两个七天，百姓大大享受献上的平安祭。他们也得以见神的恩惠和荣耀的彰显，因此心中充满了喜乐。弟兄姊妹，当神的百姓一同聚集，向神献上感恩和敬拜时，神也会让我们经历到他的恩惠和同在，生命充满喜乐。11到22节是神对所罗门祷告的回应，发生在献殿结束，众人都散去之后，神选择在夜间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12节，
这里没有说神选择这地方作为祷告的殿，而是选择作为祭司我的殿宇，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救赎成就之前，罪人不是借着祷告，而是通过代赎的祭物才能进到神的面前，直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我们才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殿，向他祷告。14到15节可以说是全书的金句，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评论，这节伟大的经文是历代志中最著名的经文，他所说的跟圣经其他经文本质一致，说明神怎样才赐福给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无论是所罗门的、以斯拉的还是我们的，都是一样。相信这节经文的人必须离开他们的罪，离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顺服神的话和旨意，只有这样上帝才降下福星。阿们。第16节，神说，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表明神的同在才使圣殿称为圣所，否则不过是一座人手所造的建筑。眼代表神的眷顾，心代表神的慈爱。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将我们比作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殿，因此神必看顾保守我们，用他的慈爱随着我们。17到18节是神从正面回应所罗门的献殿祷告，神要所罗门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并不是要他成为一个完全人，而是要合神心意，一经圣灵光照就立刻顺服认罪悔改。神悦纳了圣殿，也悦纳了奉献圣殿的所罗门，但却不等于所罗门以后一直能蒙神的悦纳。神告诉他，大卫之约对所罗门是有条件的，所罗门只有效法大卫的顺服，遵行神的一切吩咐，谨守神的律例典章，神才会向他应验应许大卫的话。19到22节是神从反面回应所罗门的献殿祷告，也是给全体百姓的警告。虽然神已经把圣殿分别为圣，但并不表明百姓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神所看重的不是圣殿，而是来到殿中寻求他的人。不管圣殿建得多么高大辉煌，如果百姓去侍奉敬拜别神，神照样会按着早已宣告的咒诅来管教他们。弟兄姊妹，当被掳回归的百姓看到这些，再看看昔日辉煌的圣殿已经不复存在时，他们心中的痛悔会有多么的深切呢？今天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选择，敬拜真神还是侍奉别神，遵行神的命令还是随从世界的潮流，这是关乎我们生死祸福的问题，答案实在清楚不过了。求主帮助我们从所罗门和以色列民的惨痛教训中看见神永不改变的公义、慈爱和信实，立定心志，一生敬拜侍奉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从亘古到永远的良善和慈爱，谢谢你愿意与我们同在，回应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将自己分别为圣，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地爱你，一生侍奉敬拜你。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愿你的荣耀向我们显现，如同你的荣光充满圣殿一样，因为我们就是你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殿，教会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无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